表妹啊，你来有什么事啊？今天我们就把话说清楚。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我对你的心意你应该很明白啊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表妹啊，好端端的你问这干什么嘛？我觉得好累啊，你走吧，我要休息了。不要赶我走，你今天一定要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我。哎呀表妹啊，你别这样子嘛，总之我有我的苦衷，你不要问这么多了。你不跟我说清楚，我今天就坐在这儿不走了。表妹啊，你真的要我说？是啊，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，我对你从来都没有感觉的，你懂了没有？你既然不喜欢我，为什么不对我说清楚啊？表妹啊，从小到大我都当你是个伴儿嘛，我没想到你会喜欢我，你不要问我了，就当我不对好了。你撒谎啊你！你对一个伴儿会忽冷忽热的吗？你那天还陪我一起看月亮，还对我好好的呢，你现在就……表妹啊，你不要哭嘛，这是你的纸人，还给你。表妹，阿诗，哎，阿诗，你不喜欢她不要紧，你就跟她说的婉转一点嘛。哎呀，大师兄，她是女孩子耶，你叫她怎么受得了嘛？大师兄，我陈少奇，你太绝情了，就为了一只纸鸢，你就这样对待她？早知道我就不要那么辛苦帮她捡回这只纸鸢来给你了。阿诗，你别哭，我帮你出了气，把他的纸鸢给撕破了。不关你的事，他更生我气了。我说过，你不开心，我也会难受。他对你不好，我帮你出气。没有用的，我喜欢的人不是你。你走啊，阿诗，走啊，走啊。你等会儿你都在长吁短叹，不是已经解决了吗？哎呀，你没看见他那个样子，过得好惨呢。哼，神女有心，相王无梦。嗯，也真叫人为难。不过，你跟你表妹说得清清楚楚，不是更好吗？哎，这也不是你的错啊。何况男孩子应以学武为重，就像我，背井离乡为什么？还不是不想辜负爹的期望。娘，你别让你爹失望了。你不明白，我真的伤透了他的心。你跟他表白了，也许他就更安心了。哎，你真的不明白女孩子的心。我当然不明白了，我是男孩子嘛。难道你又明白了？哎，哎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此烦恼？说出来啊。我懒得跟你说了，真是对牛弹琴。什么对牛弹琴？就是说你笨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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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不知道啊？
外公，我这么急要去哪里呀、啊？我要到庙里面去拜神。哦，今儿个是初一，我都忘记了。每逢初一十五，你都要到山上去拜神去。来、来来来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的。你知道的，我家住得远，所以我上庙去拜拜我的先人。我走了。哦、你呀，还真有心呐、啊！啊，不耽误你了，你快去吧。啊，好好，回头再聊啊。啊，好好好。没有上山拜神那么简单呢。嗯，我跟你说啊，难道说枯木逢春是真的？那只签是真的？哎，什么签说的是真的？嗯，没什么，这枯树什么时候发芽的？哦，上次你外出回来，哎，就出现奇迹了，这枯树它发芽了。真的？啊，哼，我还说呢，我说把它砍了算了，烧柴去。不行。哎，是是是，不能砍啊。现在不砍了。嗯，哎，你瞧这枯树还真是枯木逢春了，哎，这什么兆头？我哪知道什么兆头啊？你的咳嗽好了没有？哦，五天前就好了。哦，一个月里面也见不到你几次面，只能初一十五上来才能见到你。平时想多见你一面，想跟你说几句话都很难。我是这样想的。如果你不想这样，那不如这样吧，你不要老待在这儿嘛，常到村里面走动走动啊。人言可畏，奈何，我是被罚守祖庙的。不能到处溜达。算了，别太为难自己。这个程正义真可恨，等百年庆典的时候我一定给他好看。不要了，你该知道的，百年庆典嘛，别惹事了。不是，你也知道我不是个惹事的人，是他们硬逼我的。我知道，但是别人不知道啊，惹你堂兄生气那又何苦呢？我没这个堂兄，他假仁假义，呸！别再说了了，如果你再这样下去，我真担心啊，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了。不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可是我不是不想多见你一面。你不想，你如果想，你就不会惹是生非了，你从来都没为我着想过。哎，红，我会的。你会，
你会就不要再惹事了。我还有东西在山下，我去拿啊。哎，我先下山，你待会儿再下去。二叔，红云心里一定不舒服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前阵子齐兄弟骂了我一顿，说我不明白女儿家的心。后来我好好的想了一下，终于有点明白了。我想红云心里一定很难过。二叔，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哎，小孩家大人事不要管。哎，功夫练怎么样？哎，又偷学了点什么？我觉得进步很慢，偷窥终究不是办法。好，今天晚上咱俩好好谈谈。好啊。来，进来。赵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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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快到了。你说你偷看，总是看不清楚。是啊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啊。那看东西不用肉眼去看，你能看得清楚吗？那得用心。哎，这叫心感意会，明白吗？心感意会。好了，你把你偷学的东西给我刷刷。啊，不不不，我可不看呐。哦。只得其行，未得其意呀。怎么样才能得意呢？我还没得意呢，你就想得意？去，再到墙那边面壁去。面壁去。哦。面什么壁嘛？世间无论任何犬种，皆是由心而出，心意不明则权理不通。太极拳虽然讲究以静制动，后发制人，但是这一个制却是行。面壁，太极拳的宗旨是在于保持自己不败，并非在于要打倒对手。自己能立于不败，则对手自然会败。你要多了解自己的性格。如果能与太极拳融合在一起的话，啊，你将来一定会大有成就。你要自己多多的想想。我怎么看，也只得其形，不得其意呀。招式是形，意在其中。要好好领悟权益，好好想想。闪电，五雷轰顶，难道祖训真的不可违？你再想想啊。我睡觉去了，别太晚了。哦。领悟权益。
我们绕来绕去又回到这里来了，那怎么办？还是往回走，爬到山上去看看吧。好，走，驾驾。我们的祖先乃是明朝大将，不幸江山沦为夷邦之手，一代忠良抱恨而终。我们身为陈家子孙，对祖先的遗训丝毫不敢忘记。凡我陈家子孙从今以后定要继承先祖的遗风，忠义两全，直到千秋百代。什么忠义两全？全是废话。下来吧，二叔。下来吧，二叔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大将之后，忠孝两全。可是如今，江山君的一人之手，你们却躲在这儿吃安乐茶饭，真是自欺欺人。哎，二叔，你别在那疯疯癫癫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不疯，我也不癫。他是我惹是生非，我告诉你们，啊，让我在这儿做缩头乌龟，我可不干。你们置世人水深火热不顾，只懂侃侃而谈，就能全忠，就能全义吗？你还说我不是惹是生非？今天是陈家堡的百年大典，你不以大局为重，却来胡言乱语，陈家哪有你这种子孙呢？下来吧，二叔。行了，下来了，二叔下来了，别说了，下来了，我们不玩瘾了。你这个陈家不孝的子孙，走，走。谁说要爬上去的？是你呀！哎呦，不是我，我哪有那么笨的？一定是你！你瞎说！你可以往回走啊！哎呀，留神呐！来来来。爬到山顶了。你看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片树林。那到山那边找找吧。好，走。岂有此理！竟敢在庆典大会上胡言乱语。郑州烈性不改，陈家堡是容他不得。村长，咱们既然已经把他罚上山去守庙，难道还真得把他赶走不成啊？就全当我们陈家没有这个不孝子孙。再不孝也是陈家子孙吧，何况咱们陈家地处这隐蔽之地，力求避世，若是把郑州给赶出去，按他的脾气，他又再生出更大的乱子来了。哼，这个郑州啊，总是疯疯癫癫的。什么疯疯癫癫的？说到底还不是不满意老爷子没把武功全部传给他。您老爷子真有远见，郑州若是真把武功学完全了，他一定在外面开宗立派，将家传武功送到外面去了，那祖训可就保不住了。爹，其实把太极拳传扬出去，发扬光大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。住嘴，连你也这么放肆。少奇啊，你可不能有这种想法，家训还得要你保护。
是啊，你可不能把太极拳传给外人啊。家训不可违，家规不可废，谁敢冒犯我绝不轻饶。别人看我太疯癫了，我笑别人看不穿。错了，其实陈家堡的老百姓都是拥护我的，他们是怕陈正英，所以他们说我疯疯癫癫。一个人如果要不相信自己，那么别人就更不会相信你了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若不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学艺有成，我也不会背井离乡跋山涉水到底，所以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。嗯，举一反三，孺子可教也。哎，只要有一个人清醒，这就是希望。黑夜过去了，黎明他就来了。可是现在还是黄昏呢，人家竟当你是疯子，你不会觉得难受啊？说我疯癫，我不入地狱，谁来入地狱啊？我还有活要做，我先回去了。我已经劝过你了，你为什么就不肯听我的呢？你搞出这么大个乱子，陈家宝啊，上山下下都当你是个疯子了，你就是不肯听我的话。我不是不听你的话，可是不让我说真话的话我办不到。村里的人都说我疯了，那就让他们说去吧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，这样子下去是没有结果的，我们会怎么样呢？我是为了咱们陈家堡百姓的将来，所以才实话实说的。你说的倒好听啊，你呀太自私了。我好啊，你说的对，陈家堡的事情呢有姓陈的人来管，我在这儿只不过是个外人而已，就算是我死了也没有人管我的。既然是这样，我现在就离开陈家堡。你以为我不想离开陈家堡吗？我要走，谁敢拦我？只不过这里有一个我日日夜夜都想见到的人，要不然早远走高飞了，真气死我了。哎，不要打嘛，你干嘛打这棵树呢？这棵树也没碍着你，我跟你说你以后不准打这棵树。这女人的心就像大海里的针，你说我打这棵树跟她有什么关系啊？真是难懂啊。哎，没路了，这边走。来，走啊。哦，过去看看。不对呀，怎么又一点声音都没有了？会不会是你听错了？不会呀，我会顺风天生啊。
你们是什么人？威震南北，人称玉面郎君，神权追封，正黄旗教头，耿雷。横扫东西，人称冷面无常，铁腿夺魂，正黄旗教头沙蒙。哦，深夜到访，不知有何赐教？久仰陈大侠威名，奉我们主人之命，先要过府一叙。山野村夫何以当侠士之名？你们家主人是谁啊？小宁数年前曾与我家王爷见过一面。 您难道忘了吗？哦，想起来了吧？不认识。还装蒜？我不认识什么王爷，也不认识你们。请你们二位出去，我还得洗澡呢。你现在用什么水都洗不干净了，赶快跟我们走吧，不然我要你好看。我山野村夫早已听惯了狗叫。 你们吓唬不了我，岂有此理！不识抬举，你呀，哎呀，好说法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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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呀！哎呦！嗯，你打算弄脏我的水呀？给我起来！爷爷，走啊，走啊！没想到他连洗澡的手都这么厉害，下次一定等他穿上衣服再打。什么？你还要跟他打？我你不不走啊，走了。什么玩意儿？行了行行，我有祖训，我不能教你。我不能教你，可是我能捉贼。捉贼？哎呦！呵呵，来吧，你快来。啊，你来啊。呀哟哟，贼来呀、啊、快来呀、啊、贼快。哎呦二叔啊，我怎么给粘住甩不掉啊？应敌时随躯就身，粘连不脱，能因人之事借人之力而置敌于死地，非力敌时应用脑子智取。我来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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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叔啊，你那么狠干嘛？哎呦我的屁股。齐人吗？是我。进来。
爹。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可知道我为什么罚你二叔上山守庙吗？爹，你说过啊，二叔在外面闯了祸吗？现在该告诉你了，几年前你二叔在外面得罪了当今朝廷的端王爷，当时爹迫不得已出手救你二叔，以一招险胜了端王爷，不过也因此种下了祸根，那端王爷竟念念不忘这一招之耻。爹，他是不是已经找来了？爹，您别担心，我们都会打，跟他拼了。人家是武王爷，我们拿什么跟人家拼呢？不过他的手下我已经打发了，但是我多年所担心的事情也已经发生了，我们的行踪已经败露，陈家堡恐怕要大祸临头了。爹，那怎么办呢？看来我与端王爷这一战在所难免，吉凶未卜，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太极拳的最高心法流传下去。吉儿，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要管，好好的休息，养足精神，从明天开始我把太极拳的最高心法传授给你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回去休息。哦，快回去，快回去休息。这里的人对孩儿很好。孩儿在这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睡得稳，请娘放心。二叔，哎呦，这雨可不小啊！哎，哎，你别过来啊！这练太极拳嘛，是找劲儿、问劲儿，锻炼自己的感应跟反应，感应灵敏，变化无穷，身有所感。心有所觉，有感必有应，应后有感，感应主生，入于精髓，精微。哈哈哈！又一条破鞋，哈哈哈！破鞋，笑什么？哎呀，这臭小子，你玩我？好啊！